你好，这里是 Chinese for Us Level 2二级汉语，我是丽丽老师。Please read along with the video when you see blue characters, and you can have full access to all of our lessons with the Chinese for Us Premium Membership. 口语练习，我们一共有两个练习，对话和短文。现在我们开始练习一，对话。第一遍，听录音并答问。办签证。问题。一，安先生的旅游签证多久才能办好？二，安先生打算什么时候去旅游公司办签证？三，安先生是从哪里知道这家签证公司的？喂，你好，快签签证公司，请问您贵姓？你好，我姓安。安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我想了解一下法国的签证怎么办。我不懂法语，也不懂英语，只能找你们帮忙。好的，先生，请问您到法国是旅游还是出差？旅游。我还有我妻子和两个孩子，要多久才能办好呢？最快15个工作日就能办好。那太好了，我几年前就想带家人出国旅游了，可过去总是没找到机会。这么快就能办好的话，我明天就到你们公司，请你们帮我办我们四个人的签证。好的，没问题。如果您打算明天过来的话，上午9:01或者下午3:30过来都可以。您什么时候方便？下午3:30吧。我跟公司说一下，早点下班，下了班就过去。好的。我们公司的签证服务是980元每位，您用现金或者银行卡都可以。那安先生，您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你说得很清楚。安先生，最后我们想请问一下，您是从哪里知道我们公司的呢？是朋友介绍的，他以前在你们这儿办过美国签证。好的，谢谢您。如果您把这位朋友的姓名和电话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公司会为您和您的朋友送出一份小礼物。还有礼物啊，真不错。那我明天来的时候给你吧，明天见。谢谢您，安先生，明天见。问题。一，安先生的旅游签证多久才能办好？最快15工作日就能办好。二，安先生打算什么时候去旅游公司办签证？这么快就能办好的话，我明天就到你们公司，请你们帮我办我们四个人的签证。三，安先生是从哪里知道这家签证公司的？是朋友介绍的，他以前在你们这儿办过美国签证。第二遍，听录音并跟读。喂，你好，快签签证公司，
请问您贵姓？你好，我姓安。安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我想了解一下法国的签证怎么办？我不懂法语，也不懂英语，只能找你们帮忙。好的，先生，请问您到法国是旅游还是出差？旅游，我还有我妻子和两个孩子，要多久才能办好呢？最快15个工作日就能办好。那太好了。我几年前就想带家人出国旅游了，可过去总是没找到机会。这么快就能办好的话，我明天就到你们公司，请你们帮我办我们四个人的签证。好的，没问题。如果您打算明天过来的话，上午9:01或者下午3:30过来都可以。您什么时候方便？下午3:30吧。我跟公司说一下，早点下班，下了班就过去。好的，我们公司的签证服务是980元每位，您用现金或者银行卡都可以。那安先生，您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你说得很清楚。安先生，最后我们想请问一下，您是从哪里知道我们公司的呢？是朋友介绍的，他以前在你们这儿办过美国签证。好的，谢谢您。如果您把这位朋友的姓名和电话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公司会为您和您的朋友送出一份小礼物。还有礼物啊，真不错。那我明天来的时候给你吧，明天见。谢谢您，安先生，明天见。第三遍，听录音并跟读。喂，你好。快签签证公司，请问您贵姓？你好，我姓安。安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我想了解一下法国的签证怎么办。我不懂法语，也不懂英语，只能找你们帮忙。好的，先生，请问您到法国是旅游还是出差？旅游，我还有我妻子和两个孩子，要多久才能办好呢？最快15个工作日就能办好。那太好了。我几年前就想带家人出国旅游了，可过去总是没找到机会。这么快就能办好的话，我明天就到你们公司，请你们帮我办我们四个人的签证。好的，没问题。如果您打算明天过来的话，上午9点1刻或者下午3点半过来都可以。您什么时候方便？下午3点半吧。我跟公司说一下，早点下班，下了班就过去。好的，我们公司的签证服务是980元每位，您用现金或者银行卡都可以。那安先生，您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你说得很清楚。安先生，最后我们想请问一下，您是从哪里知道我们公司的呢？是朋友介绍的，他以前在你们这儿办过美国签证。好的，谢谢您。如果您把这位朋友的姓名和电话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公司会为您和您的朋友送出一份小礼物。还有礼物啊，真不错。那我明天来的时候给你吧，明天见。谢谢您，安先生，明天见。第四遍，听录音。喂，你好。快签签证公司，请问您贵姓？你好，我姓安。安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我想了解一下法国的签证怎么办。我不懂法语，也不懂英语，只能找你们帮忙。好的，先生，请问您到法国是旅游还是出差？旅游。我还有我妻子和两个孩子，要多久才能办好呢？最快15个工作日就能办好。那太好了，
我几年前就想带家人出国旅游了，可过去总是没找到机会。这么快就能办好的话，我明天就到你们公司，请你们帮我办我们四个人的签证。好的，没问题。如果您打算明天过来的话，上午9:01或者下午3:30过来都可以。您什么时候方便？下午3:30吧，我跟公司说一下，早点下班，下了班就过去。好的，我们公司的签证服务是980元每位，您用现金或者银行卡都可以。那安先生，您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你说得很清楚。安先生，最后我们想请问一下，您是从哪里知道我们公司的呢？是朋友介绍的，他以前在你们这儿办过美国签证。好的，谢谢您。如果您把这位朋友的姓名和电话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公司会为您和您的朋友送出一份小礼物。还有礼物啊，真不错。那我明天来的时候给你吧，明天见。谢谢您，安先生，明天见。Good job! 你说得非常好。Please finish the practice task for this lesson. Keep reading the material in this video one time per day to improve fluency. And whenever you're ready, move on to the next lesson. Also, don't forget to sign up on our website to get more learning materials. And please like, subscribe, comment, and share. Thanks a lot, and I'll see you next time. 谢谢，再见。